同学们，我们接着说。我看一下你这个问题啊。不是你，哎，喂喂，没声音吗？喂，我有一个很，你那个啥，你用 Python 去装呀？你用 Linux 去装呀？别你，哎，就尽可能不要在 Windows 去装这些东西啊，不要去在 Windows 去装，啊。你尽量不要在这个 Windows 上去这样去装这些工具，它问题比较多。你直接在 Kali 上去装就好了。然后 Python，我再给你们强调一下，这个版本你就选3.6、3.7，啊，其他的版本你就。先不要用它。Python 你的版本就选3.6、3.7，其他的不要用它啊。然后再装工具，除非它这个工具它就是 Windows 打造的啊，那你就用它。你把装的话，你在 Linux 上去装什么比较好，问题比较少。你看一下你 Python 的这个版本，去看一下你这个版本。是啊。好，我们接着说我们上节课，我们刚才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先说完。刚才说那个问题啊，就是你下载完了之后，这边有个 IP，等一下，IP forward，哪呢？啊，在这里，这有个 IP forward，好，那我们接着。那我们来说这个工具怎么去用它，怎么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我们刚才这个，我们刚才这个理论我们讲完了，现在我们说这个用这个工具啊，去实现我们刚才的一个工具啊。然后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名是十一啊，那相对应的它就是你可以是零啊，就说。这个一和零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一的话它是这个转发共机制的一个流量，那零的话是不转发，这就是我刚才在上面这个说的，就是你截到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去 A 啊给它进行去转发，你可以给它转发，让它能正常的去上网或者干什么，可以让它正常去操作，你也可以不替它，一的话就转发，那这个零的话就是不转发。好，那我们现在来用一下这个工具啊。这个我先把我的网先换一下，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不是这个桥接？我先换成桥接啊。把我这个网卡啊先关了，然后再把它再起一下。
等一下让它起一下，好，它好了是吧？啊，0.110，好，那我等，网关了，这名字是，这个啊，ETH0。这个东西没有装啊，我看一下，等一下，我再去装一下。这边你用这个工具啊，用这个工具就可以查看到你这个转发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发了什么东西，你在这里就能看到啊。这个工具给你做例子，这个工具也是比较老的。然后我们再开一个，我们再开一个虚拟机啊。这个是0.1啊。我们先两个先去拼一下。啊，这边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刚才那个工具啊，我给它命令，这两个参数啊，一个是给你的网卡名字，然后后面是跟你的一个
一个要被攻击的一个对象。我们刚才看到这个IP 地址是0.112是吧？啊，0.112。然后后面再跟一个地址，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关，我这个网关是19.168.0.1啊。看这个然后现在这个工具打开着，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在这边我们去访问一下这个百度啊。你随便看了点什么？等一下，拼一下百度，应该是可以的。哎，我们刚才是把那个给它开成一了吗？IP forward 是一样没问题。像我们这边先等一下，我看它本来是不是就不能上网。我记错了吗？难道它这个是一？它这个是零吗？我们换一下，试一下。看我这里有没有设置代理啊？现在好了，现在才是真正的不让上网。现在不让上网，肯定是因为我们这个关系的问题。可以了，哦，我先把这个就是一样，一是转发，
这个你访问的时候，它本身就会比较慢，这个很正常，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你想一下，它本来就会有一个网关啊，然后我们这边这个网关等于说要把它这个数据给它截过来，让它给我发送到我这个网关上，啊，它两个会有一个也开始会有一个竞争的，这个开始没有传过去，这个是很正常。我们可以再稍等一下。那应该是没有设置彩礼的。等一下，我们先把这边先断一下，先断一下。那我们现在去访问一下。暂时可以打上。我们看到这个百度，它这边是可 IP 线通，就是这个为什么会丢包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这边，因为是他把这个流量截到我们这边，但是他本地啊，他本身就会还是会给那个，等于说我们以后真正的那个网关就去抢这个数据啊，所以说，所以说这边会遇到卡顿和丢包，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虚拟机是不可能干过路由器的，这肯定是没有路由器强大的。和那个应该没有关系啊，和那个应该是没有关系。
没有过去，没有期限过去，我们再让它再跑一会儿，要等，再等一会儿。你可以看到，现在它这个地址是变了，它现在这个地址它是，它这个是变了，变成我们的这个地址了，你看到没？这个 mark 地址这块，它这块是变了，这个它现在变成我们的这个了，把这个变了没有问题。那至于说这个现在这块是为什么卡顿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虚拟机啊，它等于说是在和那个网关在去抢这个数据。而这个虚拟机的一个转换能力，它是有限的，它这个是有限的不要说一直也它的一个能力肯定是没有这个路由器去强的啊，所以说这边会出现大量的一个丢包。但这个欺骗已经是这个已经是成功了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网关的一个地址啊。他这边是没有问题，啊，再给他过去了，再过去了。这块已经过来了，哎，不是，在这里啊，这里，哎，不是这个，是 F config 这个。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先断一下。断一下，我看这边那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它是断网了。那我们这样，它地址还是会换，但这个时候应该不会为它转换了。那这个时候现在是两个都没有转换，看不到想要的。它应该是可以上网的吧？因为刚才装东西了嘛，这个是肯定是可以上网的。啊，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家用路由器试一下，这可能是这个罗老师在那边做什么事情，用不了。但这个已经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个欺骗过去之后，它这个 MAC 地址已经换了，换过去了。这个这边啊，这边转发的话，它就是一样。
就这个下去，你们可以再做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这边的那位老师应该在做别的事情导致我这边给他把他这个转发的这个流量去这个给他到这个网上之后啊，他不给他转了，到了这个网上之后，他这边不给他转了。就跟两个参数啊，一个是你要攻击者的一个 IP 地址啊，另外一个是他的一个网关地址啊，这个就可以了。这边是已经啊，从这个物理地址来看啊，这边是已经成功了。然后啊，这边现在为什么没有过去？这个可能是你到这一块完了之后，到这块给他转的时候啊，转不过去，那个路由器那边的问题，他那边的问题。是这样，想一下，这样就导致他的网给断掉了。大家下去可以再试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啊，因为你们的家用这个路由器应该是可以的。啊，如果不做什么特殊的一个设置的话，啊，这边应该是可以过去的。除非说你们就是他在那个路由器上，他把这种内网的一个攻击啊、防护啊，给他开着啊，那你做这种 ARP 欺骗的时候啊，他这边就没有什么用了啊，他这边就没有什么用了。他如果说一般情况那个不会看那个东西啊，不会看那个东西。那这个就先说到这，就先到这，你们下去再试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刚才的这个问题是无疑是那个路由器的一个那个问题啊，那跟我们的操作是没有关系的啊。那如果说正常情况下你到这边啊，你是能看到他那边啊防卫的所有东西啊，都可以在这可以看到。稍等一下，看个东西啊，是不是忘了什么参数啊？啊，我知道了。这边少一个参数啊。我们这边再去试一下，那这个就是还是那个路由器的问题啊，那路由器那边做了什么设置啊，把这个内网的一个攻击给它阻断掉了，这边是不成功啊，那你们下去用
其他的去再去试一下。这边加不加这个参数都应该都是无所谓的。我要是忘加什么参数啊，那都一样的。他发的时候，这个就是他发的时候，他两个会去竞争，他两个会去竞争，那他这边发的时候，他发到这边，发到这边他没有，因为他又没有转出去，或者转的时候，或者说他转的时候，他被那个路由器，他应该把那个防护给开着，开着之后他那边就给阻断掉了，就没什么意义，炸了嘛。我重新连一下。好，这样应该就好了，这样就好了。现在这样应该就好了。这个坏的问题就到这，然后大家可以下去再看一下。这你们拿你的家用的路由器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OK，这个应该是我那个路由器，它那边做了一个防护的一个什么设置，把那个设置忘了，应该忘了去掉。就是你买的那个路由器，它里面会有一个内网的一个攻击的一种保护啊，它有那个保护之后，你把那个开了之后，内网攻击的一个保护，它这边就不成功了。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啊，我们去。说一下这个怎么样去保护它，就是把这个 ARP 给它杜绝掉。我们怎样去把这个给它杜绝掉？我们先想它的一个问题啊，你的问题，它这个攻击无非就是说啊，无非就是说我去伪啊、呃、伪造这个，我去伪造这个。网关嘛，对不对？然后把你应该发给网关的一个数据，然后我先用 B 啊，先给它截到之后，我自己给它去发，对不对？现在无非就说是伪造这个网关的一个问题，啊，是这个问题。它另外一个原理是什么？就说我去。啊，我去这个，他这边上网时，他要发送出去，他会给发给网关，然后他最开始发的时候是，肯定是要拥有这个 ARP 的一个协议，对不对？那这个 ARP 的一个协议，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刚才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就能看得到，就是说，你这边发的时候，你这边发和收的时候，其实本质上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IP 地址和 MAC 和 IP 和 MAC 地址给它去对应起来，对不对？好，那现在有这么一种技术，就这样叫做静态绑定啊，就是我把它的 IP 和我把 IP 和 MAC 就是绑起来啊，你也可以叫做静态的一个 IP 地址，就是我们在学这个网络的时候。你最开始会讲一个协议，叫做 DHCP 协议，就是自动会给你分配一个 IP 地址嘛，对不对？那除了这种动态的分配，那接下来就是这种静态的一个分配，就是说你动态分配就是你每次你电脑开机的时候，它都会向这个去请求一个 IP 地址，对不对？它会给你分发一个。那这个静态的，就是说我这个 MAC 地址，我对应的我就是这个 IP，对不对？
他现在要给 B 发广播，他问他是他问这个要，比如说他问192.168.1100是谁，然后 B 这个时候作答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因为。这个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 B 是谁。那假如说我们提前就把它绑在一起了，他就是我们在通讯之前我们就绑在一起了，我们就规定我们就绑好了这个192.168.100，它对了一个 MAC 地址啊，它就是这个 MAC B 它这个地址啊，那它还会有这个广播的一个ARP 的一个请求吗？那它就不会了，它不会说啊我再去找这个 B 是谁了，对不对？因为我这里，因为你既然是静态的绑定，那我这边就会有一个你这个 IP 和 MAC 的一个对应关系，我这边就有了。这边有了之后，我就不会有这么一串的一个请求啊。那你这边有欺骗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有啊，不是说A 这里一个人有，它是同网的所有人都会有，所有人都会知道它这个 IP 和 MAC 它对应的，它这两个是就不会变的，它永远都是这个。那你这个时候去伪造的时候，你要去伪造或做什么的时候，那这个就啊，他这个就把它直接给杜绝了啊，他直接就把它给杜绝了。你在那个 ARP 一些，他很傻，他去问谁是 B，然后谁是 B 的话，谁就打，谁就给他硬打，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有人可以冒充他，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规定好了这个 IP 地址和对应的这个 MAC 地址啊，我两个就把它写死，写死之后啊。那所有人都知道了，对不对？比如说他这个臂上，他这个臂，他脸上有把刀，留脸脸上有个刀痕或刀印是吧？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谁是 B 啊 那这种攻击就直接杜绝了。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会用啊？你像你的打印机啊，还有你的一些投影仪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一般不会变的这种设备，像这种公共性的一些设备，它的地址一般都是静态地址。就比如说打印机，你们都要去连它，对不对？你要连这个打印机，那这个打印机的地址它老是在变，你每次连它的时候，你还得找一下它是哪个地址，这个是不是很麻烦？再还有一些实验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你们做实在这个内网做实验的设备，你当然不希望这个 IP 它老是变来变去的，因为这个很影响你的一个做实验啊，那这个就会把它做成这种静态的。那还有啥？内网里面的服务器是不是也不会变啊？啊，那我们说说哪些会变的？那就是说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啊，我们正常上网时啊，它会变。那除此以外，它都不会变。啊，这是它大概的一个情况。那它只要静态绑定了，那你这个 ARP 的一个攻击啊，就直接给杜绝了，对吧？就没什么意义。啊，当然，这里后面还有两个工具啊，我给你们后面给你们写一下，你们自己去看这两个工具啊。这两个工具也是，非常老了，非常老，现在也不怎么用啊。但所有的这种工具啊，它的原理都是基于这个去做的。那这节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这个。然后，上节之前让大家去做这个 BUU 的一个CTF 的一个题目啊，你们做的怎么样了？就是之前让你们去做这个题目嘛，做现场测评。我让你们去做这个题目，哎，我重新换个路，你这边输一下密码，看一下。登个号。就这个嘛，就当让你们注册一个账号嘛。我那空房世界，我那个里面的题你先别刷了啊。啊，这空房世界里面的题，做成这个样子啊。空房世界，你把这个基础啊，还是全部过一遍嘛。它都非常的弱智啊，把它过一遍。这个里面它都是有答案的嘛，对不对？那这个里面它不会给你显示有
啊，有答案，但是我跟你们说了嘛，就是，你们的，你们做这种题时，最开始的像这种，网顶杯是吧？啊，这种题你先放着嘛，先不要去做它，其他的这种还是很简，还是比较简单的嘛，这你从这个解题的一个人数，你能看出它的难度，对，这个答案是可以搜出来的，搜出来你自己去把它的上面东西复现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一方面你们可以，就是你们有的人他没有打过 CTF 嘛，但是你们在简历里面写了嘛，但是你们写了之后，你们把这个题做了，就等于说是有经验了，因为他打 CTF 的本质就是做题嘛，那你就有了嘛，那你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能给他说点，说上两句话嘛，对不对？啊，包括你们写很多人互网里面写了这个东西，那家面试的时候问你两个问题，你不知道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啊，这另外一个就是，你把它全部做一遍，做一遍之后，你就知道它的，你就对这个外部渗透它的一些其他一些这个细小的一些知识，就有了一些额外的一些扩充。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就是大的一个方向，一个这个漏洞的一个原理，这个点它怎么去操作？你关于一些它的一些。一些这个像考点，或者说比赛的一些点，或者说这个实际的一些应用的一些点，它还是有利用难度的。就比如就这个，就像你高中学数学一样，那上课听的那和你下面去做的题目的难度，它不是一回事儿。虽然说都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它不是一回事儿。互网应该大概率是这个国家的互网大概率还是又严了，我感觉是这样子的，应该还是会打电话的，你不要。你也可以再投别的都行，好吧？这边上次递的那些简历都全部都给递过去了啊。啊，就把这些外部的这个基础的题目，全部去做啊，全部去做一下，基础全部过一遍，它都不难的。然后另外一个平台就是让你们做这个 BUU 的一个啊，除了这种什么杯啊、什么杯啊这种不要做啊，其他的都做。完了之后我会挑一节课，我会讲讲几个难题啊，然后给你们去讲一下啊，这个到后面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难题。但是你们还是得做，这个就是做完之后你们的知识面就很宽阔了。然后做比赛或者面试啥，你们就会有很多的想法或者点子，你可以给面试官去聊了。不然你们现在很空洞的，你们现在学，你们现在跟着我这个学了之后，这个没有怎么去应用，完了之后就像这个盖了一栋楼，里面没有装修，没有家具，没有家电一样，都是个空架子，是这样子的。所以让你们赶紧把这题全部去刷一刷，反正都是免费的嘛，你去刷一下，啊，去刷一下。反正这个攻防世界的这些外部这些题，这个基础全部都得刷。啊，他应该是在维护吧？你干嘛要半夜刷呢？你这不要太卷啊，不要太卷。这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这种网顶杯啊这种题你们不要做，先放着，反正也看不懂，这个很正常。等到进阶学完之后再去做，因为它里面会考一些啊像法律这些话这样一些比较难的一些题，这你们不懂这个点。你看半天也是白看，你找一找稍微简单的，你看就像这种极客大挑战呀，还有这种简单代码审计啊，像这种新生赛啊，做这个啊，完了之后去练练，去练练。今天大概就说这么多东西啊，说这么多东西，这个知识点也主要是前面这些理论，你把这个听明白啊，这个就行了。再没有什么，现在你们还想问我什么，你可以给我说啊，完了之后我给你们讲，然后把我的微信。把我的微信给你们发一下，你们没有加的人也可以加我微信。完了之后有评论问题，你可以直接发到我微信上。然后这边
看手机的时候就给你们回了，只要不是很复杂，我就当面回了。如果我这一两句说不清，我可能会往后拖一下，然后找一个时间点给你们说。这是我的微信。隔离期间呢，我应该不会影响护网，应该不会影响的。这个护网大概率是会有延期的。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然后后面我可以来去讲。还有一个，我找一个，有一天有同学问了我 DDoS 的一个东西啊，不知道你们什么位的，我把这个过程给你们大概说一下，就是用这个图给你们做举例子啊。假设你开了一家店，然后有人一直在买东西，对吧？生意还很不错，然后突然有一天，突然有一天有人想盯上你了，然后他雇了一大帮人，他进了你的店里啊，他进了你的店里，他什么也不买，他就问东问西，问东问西，然后把你的店员搞得很忙，把你也搞得很忙，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店就不能正常营业了嘛，对不对？因为别人想进来买东西，看你这全都是人，他就不会买了，他就走了。那我们的网络里面也是这样的。他会有一些这种恶意的流量，他去请求或者说去给你们这个流量服务器发包，把你们这个正常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给他记账完，把流量给他记账完，记账完之后，那正常的去访问的是访问不了，他就这个原理。然后这个下面大概会我后面还讲了一个 ADS 啊，这是以前做的一个东西啊。我给你们找一个东西，我看一下，没有收到那算了。就是这个DDoS 这个，你要把它的分类搞明白，你还是要懂这个 TCP/IP 协议这个栈的你要把这个东西懂了之后，你就知道它这个是怎么样 DDoS 的，这个怎么去发包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懂了不是这个文档吗？我重新找一个。在这里啊，对，像这个有 S1、UDP、SMP、CC 懂的时候你要看这些，你要懂这个 TCP/IP 协议，那这几个其实就很容易理解啊。SCAP 可以实现，可以实现。然后这个你不要拿这个 DDoS 去滴别人啊，这个都是违法的一个行为，千万不要滴。你只要敢进，你就能进去，这是真的。然后我在下面给大家找了几个这个工具但这个工具我就不打算发给你们，你们自己去找了因为这个工具还是用的比较危险的，我这边测了一下，测完之后这个站点确实是什么也访问不了了，对，确实什么都访问不了了，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可以攻击，所以说这个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自己去找吧，至于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我就想让你们了解这个东西，他可能就会，问到你这个知识点，就面试的时候嘛，像互网，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问你这个知识点，
他问你这个 DBS 的原理啊，或者怎么操作啊，这些东西，他可能会问得到。把这个等会给你们。是啊，就是出现在他，就是现在他这个问的问题啊，直接问你用什么工具，怎么去操作，这种话可能越来越少了，都是问你的原理啊，他那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些工具，它就没，哎呀，没办法，就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则，去把所有的这种路给它匹配起来，比较麻烦。你要说实现吧，好像也是可以实现。你把这些工具又给它封装成插件，然后再写一个大的工具，把它一个个插进去，这样也能实现，但没什么意义，都是一些搬砖的工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回就到这里，就到这里。我把这个文档还有这个文档，我下了课我发你们，你们把这两个好好看一看啊，对你理解这个知识点非常有帮助。那我们这节课就先到这，我们就下了。